很高兴今天能来再次来到青岛。妈妈原来是从中国过去的，就是她是76年的时候也来青岛参加过全国的电焊工大赛。听妈妈说，好像是电焊锅轮船肘，是在水海底下，然后她拿过全国二等奖。所以这次我又来到这个故居里面，然后可以看到76年的一些背景，就是感到好像和妈妈走到了一起一样，就是很兴奋。就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看了解中国的历史，因为我对文化对历史特别感兴趣，而且我觉得青岛是一个特别有这种 contrast 的城市，就是这里有一些那种近代历史文化的一些细节一些元素，而且还有一些现代的那种元素，我也觉得就是结合起来他们给我一种特别的这种优美的感觉吧。对，所以刚刚参观的一些，就是我觉得这都让我感受到那种那个时候的气氛，比如说80年代90年代，我们都看了一些，就是那个时候的人是怎么就是平时怎么生活的，这也让我就是体验一下那种当时的青岛中国的文化。还是期待继续看一下，就是继续了解一下更多的那种青岛相关的一些文化。